今天特别感谢啦。接下来我们来邀空中小姐送来好食飞龙鸡餐，不过这个场地看来哪像有淡薄啊无同款，无唔对，这并不是伫飞龙鸡店。确实伫餐厅内底，飞龙鸡餐无伫飞龙鸡店嘛食会到，或者将来唔捌坐过飞龙鸡的囡仔是感觉相当的特别。华山坐飞机没有？华山空服啊？那是飞机餐呢？感觉还不错。他们会找现场，坦白讲，好吃啊，还蛮像在空中的。有那种有感的，有搭飞机的感觉，热心的，就是他们服务的态度嘛，来共襄盛举。是因为有空中小姐捐书吗？就最后他们服务的态度就是，很像在搭飞机啊，感觉。送给小朋友，让他们感觉很温暖的感觉，对。然后就是跟飞机上感觉不一样，因为飞机上空间比较狭窄，然后在这边感觉是很温暖的感觉，跟飞机上感觉不一样。这特别的飞龙机餐体验是玻璃顶一间餐厅，结合飞龙机公司甲县内社会福利团体共同合作所举办，邀请县内弱势团体学生囡仔前来享用飞龙机餐。主要原因就是餐厅利用南投在地特产食材，开发了四种料理，被飞龙机公司看中。四月份开始，将伫国际线飞龙机顶提供予世界各国游客品尝。业者要将这个成果回馈予南投乡亲。让国际的旅客都可以品尝到我们南投的在地美食，所以我想这个荣耀是跟乡亲一起分享。那最重要的是，很多的弱势团体，他们要搭飞机是非常的不容易，趁这个机会，在20年的同时来回馈我们南投县的乡亲。中埔西地现场料理将成为飞龙机餐的美食，让大家了解。这利用在地食材开发的特色飞龙机餐。这次的机会，我们主要是运用了当地的食材啊，重点是说能够把食材结合到在那个什么我们的当地的那个环境里面了，能够造就以最短的旅程运送到我们的餐桌上来。业者表示，邀请来弱势孩童可能比较少有机会坐飞龙机，更加卖讲吃飞龙机餐。就有这摆机会，予因体会啥物是飞龙机餐，嘛透过真正空中小姐替因服务，予因有坐飞龙机的感受。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